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过身了后，这过去跟曼德拉有袂歹关系，有交情。这前总统李登辉，伊是真肯定曼德拉过去伫咧处理南非种族问题贡献。李登辉表示讲，过去南非的黑人长期拢受到白人欺负，会当讲是有曼德拉，才有今仔日的南非。前总统李登辉参加李登辉民主协会来举办的台湾文化合作研讨会，在会前受访时阵，对着前南非总统曼德拉过身来表示，曼德拉对着南非族群的问题受真大贡献。南非的黑人吼，相当久吼，受这白人的这个欺负啊，这实在有影，这个我妈妈你讲起，有这个曼德拉才有意啦，同款吼。这个社会上的不公平，国际上的不公平，有法度安尼努力，但是真牛啊！讲了南非的族群问题，李登辉演讲的时阵是来讲到，咱国内是欠缺国家甲文化认同，伊是对此感觉是真烦恼。下当讲从每次的民调结果来看，当问到自己是台湾人或是中国人的时阵啊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3%，但是还有36%的这个人啊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，同时也是中国人。现在台湾所面临的问题啊，其实啊就是台湾啊缺陷一个清楚的文化认同啊，国家的认同。之前台北地院法院一审来宣判李登辉个案灭销的案件是无罪，不过地震组过来提起上诉，李登辉对此来表示，地震组上诉无啥物理由，只不过是把过去案件过来提出来，个人是无上诉会挡袂牢。李登辉讲，伊家己是较辛苦一点嘛，过来再应付一下。记者张志勇、张志佳台北报道。